好在父亲及时清醒叫住了凯撒，因为这次袭击凯撒被抓进了动物园。凯撒请求威尔带走他，威尔答应他一定尽快带他回家。威尔前脚刚走，凯撒就被骗进了笼子里，连食物都是发臭的。凯撒甩了管理员一脸，被管理员用水枪教训了一番，他冻得蜷缩在地上。看见地上的石头，凯撒捡起石头，在墙上画出了家里窗户的花纹。此时他应该是想家了吧，他相信威尔会来救他。可是法院审判迟迟不下来，凯撒失去了耐心，他擦掉了墙上的花纹，决定自己想办法逃出去。管理员虐待猩猩的举动让凯撒有了敌意，凯撒利用智慧驯服了其他猩猩。这天威尔来接凯撒，凯撒看了看同类，又看了威尔手里的项圈，他坚定地关上了门。凯撒背过身，泪水在眼睛里打转，他舍不得威尔，可是正在遭受虐待的同类，他不可能眼看不管。